战绩，我这把不必要赢，然后他下把必须要输。他几天睡不着觉，让你连跪滚回转机，这种嘴巴真的很贱啊！他妈开局说的好好玩，他妈直接这样子骂你，怎么骂我就不说话，怎么骂了都过分了。本来我就会玩火男，上个赛季那个号一直玩很多房，那他妈拿枪上路没了，最后三台都是火男，而且又不是有作用的。因为上路很锤，十四级不好打。要干嘛、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在玩什么呢？刷死一个队友又死一个，我是感觉在后面啊。有点走运吗？我出完青雨直接出个水晶仙布甲旗。加油加油，杀杀！放松，伙计。对面上单我打不过。麻烦不断。人家交闪了，我没有大功，人家交闪了，我怎么放？没看到野仔交闪是吧？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对面那个上单是不是有吸血的？有吸血的是吗？我可没有挂。直接打不起来呀、啊！试试我吧。难受难受难受，兄弟！交闪，一个 AD 上我们两个人吗？我守不住啊，兄弟！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该算算旧账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
怎么在小兵中间他妈他能压到我什么鬼啊？我在小兵中间能绑到我？可以吃吧，兄弟。求你了，求你，我他妈求你，可以吗？我不想输这把。当马飞畜生，恶心一把，确实那畜生恶心我一把，我不是先恶心人，是那畜生先恶心我。试试我。不是我先恶心人的，是那畜生先恶心我的，被恶心一把。给个面子给我赢吧，对面上路好像很脆哦，打他不错。是我装备好，伤害高，还是我？还是什么情况？还是他输不右啊？之前我打这个英雄感觉很右，打不好打的，我感觉我秒不他的。来保一下我残战塔，马上输赢铁定。我不懂出，大家说出无尽还是出复活甲？我不懂出什么，我他妈我不懂出什么。觉得走运吗？我这波没闪，我不出水银感觉很危险，我感觉不用出无尽应该出复活甲的，感觉好像出错装备了。我太高的伤害感觉没什么用，我得保命。没能回去啊，老鼠在干嘛？人呢？怎么这样子打？金属回来守家也不会这样啊！我第一时间没有大招，不然我上了他顶不住的。我第一时间他妈大招没好，知道吧？我第一时间大招没好的，我上不了。
确实急了，确实急了，有点想哭。反正队友这样子，我四人都会急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急，我有点急了。那队友这样子搞，老子我不急啊！我他妈能不急吗？那队友这样子，我能不急啊？安心吧，这波死了也不掉什么资源，也没有掉什么资源。我是不是出以魔刀好点？那边塔塔是魔法伤害吗？放个双倍不出无尽，感觉无尽有点难，有点难玩，出不了，出不了。这波死了没有掉大龙，可以的。下波我不这么装，我他妈让你装啊！可以大龙了，他五十几秒，大家消毒先死别大龙，别死人了，给个面子，给面子，再带一波线直接大龙，直接去吧，我的羽毛刀大羽毛刀不用出，我怕队友死了。你在玩什么呢？呜、哦，穿穿穿，蜘蛛仪，蜘蛛仪仔，蜘蛛。队长，我马上就会出现在他们别管他，别管他，就打龙。我不出羽毛刀。最稳的打法，这波我有闪，有点火，有双招，这波很好打。给你带吧，给你带吧，我带的快一点，主要是。我、哦、果然自己才蜘蛛他妈的，跟他说你这样子搞事情。哇！别他妈点啦！干什么啊？有病是吗？他妈打四十分钟的话，这点头枪又想赢他妈要装机他妈点头枪恶心一下别人，让老子急是吧？我他妈你又想赢，他妈你不想赢，你直接进来挂机不就行吗？确实又想赢，他妈要装机，手贱点头枪。游戏他妈又想赢又装机，手贱点下头枪，搞老子心态来认输，老子心态不好。这十六杠二能输的，我可能不闹。来团啊！干嘛老鼠一直去边路带他妈有搞笑是吗？加眼棒！这是我吗？干嘛一直去边路带啊？那老鼠。
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嗯，等下播线，等下播线。那个出拳武器有没有出啊？那出拳啊，我明白。我就想问他出拳有没有修，我操！我看他出拳有没有修仙，他妈太出拳了那个武器。我赢了，我他妈让你赢，那出拳有没有修？我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他出拳啊。你他妈千万不要赢了，我点马上点进去，我数三秒钟，三秒钟点进去，大家自己数三秒，我三秒钟点进去，他妈再出声千万不要赢了，一定要输，你他妈一定要输啊！我操他妈他躺赢再出声，确实这个出声躺赢，三杠五他妈都能躺赢啊，再出声，下把刚打完是吧？排到我就挂，让继续输，我有实力，我不差一把，排到我就挂你。148，两天后我分就比他高，一天就打五个小时。排到我就挂，我如果排到我就正常选人，我进去就搞你，我不挂，我就是畜生，到我死为止。我排到一次我就挂你一次。有排到那畜生吗？人间幽布，唯有素珠画笔。要不要玩把火男秀一把？我真的有点想玩火男秀一把，给大家看我的火男的实力。可以可以，打完这把加你，现在加不了，打完这把加你，你加我了吗？打完加你。其实火男也很强的，我感觉火男真的比男枪好上分，只是我直播得玩男枪而已，我火男很好上分的。上把我开局按闪现，而且我没心情。我没心思打那一把，大家看得出来，我没心思打，我乱玩那一把。我被恶心，我开局交闪现，我乱打的，那把我都不想打。对线的时候我乱走位，乱上的。打完加你，打完加你，现在好像加不了，打完这把。这把能不能赢？继续连胜，继续连胜，继续连胜。98，今晚上个100以上嘛？现在98，尽量上个100，尽量上个100。现在98，前两天是赚二，前两天是赚二。
怎么给秒了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情况？我现在讲，现在讲，你被秒了没注意？这个是你吧，兄弟，这个是你吧，兄弟，用个乌龟头像的，啊，是你吧，兄弟。可以可以，我真的不想赢，我输了我就想搞你。我先正常血，我不讲话，我不讲话。又碰到诸神，我真的想输。我拍到他，我比输了比赢了还高兴。我拍到诸神，我比我输了比赢了还高兴。我不打字了。我真的，我宁愿排到他，我输，我能上去的，也不差这一把。确实先恶心人，还要反咬人，先恶心人还反咬人，那畜生铁畜生啊！觉得武器是畜生的，刷个畜生。有跟他看他说什么话的吗？确实很畜生啊。不讲话，不讲话，我不骂了。我只骂畜生，但是我累的，我不想骂了。他很急，我只能说他很急。这把我不可能赢了，不可能跟你赢了。这把如果赢了，我真的开摄像头，我在地上爬。如果这把游戏我赢了，我说到做到。我这把说到做到。如果这把我要是赢的话，跟他排一边，我赢了，妈开摄像头在地上爬。我正常选，正常选，队友秒的，我正常选。选什么都是输，我正常选。为出生之土而战。应该选金魔士啊，无所谓输的就行，一直跟着他就行。这张的文确实疯狗送的血瓶。先给你来个小小的举报，先给来个小小的举报，怎么他妈静音了？我操！怎么他妈举报完静音？怎么解开他妈怎么静音了？我操！下次选新的他选的正常选队友会秒的，我得认正常选啊，我乱选队友会秒的，我跟着他让他玩不了都行。我都想看他说话，确实很恶心人。这张大文确实是疯狗送的血瓶。和好朋友一起
起冒险才好玩。为出生之土而战。我要不先上线打王化队友喷我，我上线被单杀算了。王化队友喷我，我上线被单杀算了。其他队友喷我了，是他秒的吗？我怎么看到那个畜生秒的？那个畜生最后一秒秒了是吧？我没有怕，那我他妈怕的，我符文都没换了吗？我是不没换符文，我都没换符文，我怕队友。我怕队友喷我，我符文都没换好吗？我要想赢他妈的，我干嘛要这样子呢？我符文都不换了。我想赢，我干嘛换？我干嘛不换符文呢？我一直跟着他上线，跟着他的队友讲我的，仇人变多，我就上线死。我不团上线死就行。我说的输的比赢的还开心，排到出神，我见不得别人恶心我，执行正义而已。我分段打太高，我也有实力上王者，我打太快也没，我打太快到时候也要打低分局，我就慢慢打。好像那畜生秒了，我感觉就一下好像看到他秒了，那畜生秒了。本来上把那把火男，我感觉也是赢了，队友很想赢，我他妈好玩也能赢了。那把他这样子骂我，我对线都没有心情打，我都这样乱玩了对线。我技能丢完，我走点上去 A 别人，没看到我不想玩吗那把？人间幽布，唯有宿珠画笔。我与死亡同行。这个超管，你真的是个畜生啊！我都没打字，你真的是个畜生来到的。确实也没有遮挡了一下，然后也确实也没干嘛，就遮挡一下。你真的确实也没有扣钱，而且也不会扣钱，还要遮挡一下。也没有提示，就遮挡一下。你真的是个畜生来到的。确实也没扣到钱，就遮挡一下。让我永远的下播好吗？我他妈让我永远下播！我操，他妈有本事让老子永远下播！我他妈没有骂人，老子没讲话，那畜生一直在叫。我也不想播，他妈让老子永远下播行吗？赶紧封我，赶紧封我，把我永远封了，我不想播。我本来白天有，本来就有别的事情，你让我下播好吗？把我永远封了行吗？野仔，我操！我都没骂人，他妈的，这样的恶心人啊！真的是个畜生啊！你可真的是个畜生来到的。虽然也没什么影响，但是我就说你是畜生，我不打字他妈的封我，我都没有打字啊，他妈一上来就咬人，他遮挡了一下，你可真的是畜生啊！白天我现在做别的事，白天做别的事。
疯了，我操！你他妈我被骂人，现在我骂你了，我他妈并没有骂人，他妈你疯，我一下遮挡我一下，我他妈现在骂你了，我操！欢迎来到。他妈我一次都没打一个，他妈的看到队友一起骂我，我他妈一次都没打一个，他妈你疯我遮挡我，我他妈现在骂你了，你就是个畜生，我操！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他妈我字都没有打一个，他妈的演戏啊是吗？全军出击。赶紧让老师下播，我不他妈逼不想播了，赶紧让老师下播，我操，头没低，搞老心态就把他妈没心态打，我他妈都没打这妈的，这样遮挡我一下不找吗？出神做的事啊，他妈是人做的事吗？出神做的事，我不讲话他妈也被封是吧？跟着这波他妈没注意看，跟着野仔讲话去，本来这波去的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。打野炸了，打野炸了。这是我吗？我真的好他妈逼，臭逼，搞心态。好像也没有用，那他没抢到野怪，那寡妇两级。哦他妈的暗戳暗戳，确实没暗戳闪，本来单杀了，慢腿慢腿车慢，等下波线啊，怕他不回去啊，有个走运吗？哦他妈学了两级 W， 真的真的被诸神影响心情了，真的很烦躁，怎么学了两级 W？感觉学两级 Q 有机会杀，他妈 Q 闪能杀的，学了两级 W。往上面走，往上面走，不往下面走，往上面走是最聪明的。我往上面走，我真的不信会死，我往上面走的。正常人都会觉得我是往下面走的，他妈那傻屌还在追，看到没有？正常人是往上面走，下面走，我他妈往上面走。他会，我往下面走，那野仔会在下面找我，我他妈往上面走。越危险的地方就是越安全地方，我往上面走。麻烦不多，不然那傻屌现在找我，我要跑很久才能回去。我感觉明天那畜生要来封我，每天都是来搞我。我明天我不讲话了，我也关上头，点烟看他妈还有什么理由，看那畜生有什么理由开。明天我去戴耳机，我就遮挡着讲话，我不开的电话我就遮住讲话。没办法没办法，确实 A 不到，没有一点办法。那么 A 不到那没办法，而且我是玩了这么多把男枪的 A 不到王者实力都没办法，那谁还有办法？我可没
闹。你说我不是菜逼，那王者实力那一不到有什么办法？我怎么现在才两级 Q 啊？能玩吗，兄弟？感觉少了好多伤害，试试我吧，动手动手，稳当了，我不来了，兄弟。看到没有，在打野说他是他的问题，打野前期反野确实有，打野正常人确实前期没甩过。不亏不亏，刚好出个装备，这把能赢是蛮好好打。这把打野确实有没有，今天刚开播看我碰到出神十哥的，他连送两波打野，他骂中路那个出神啊，故意恶心人的，知道大家有些小黑粉故意这样恶心人，这把这打野正常人，知道他前期反野没打过，他不会甩锅。该算是旧账了。不要急，慢慢打。我说慢慢打，我说慢慢打就慢慢打。确实感觉还行，我装备比那野仔潘真好的。老子不去支援了，我自己玩自己的很好。确实不该去支援。谢谢白胡子两枪干掉对面送的血瓶，谢谢兄弟支持，谢谢兄弟支持。感觉这把没玩好了，有点失误了，有点失误。要不下波打，要不下波打完算了。试试我吧。
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他们俩反蹲能。能力不来反蹲吗？这个寡妇来大人头啊！打野过来就行了，感觉上路不用来，打野过来能打的。我做野没什么卵用的野仔隐身了，没有这里。这波不好打，妈丢虫了！上波这野仔寡妇不来，我好打的。我不去。我不去管那个打野，那波我就好打。我操，真没死啊！他妈这都不死，兄弟！等级差他一级，装备也不好，没他好，我感觉打得过，被抓了。该算是旧账了。我可没有挂了你的闲工夫。他点丢哪里了？把头埋低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我想去把那针眼排掉的。穿穿穿杀！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都以为这波要杀完了，这打野被秒了，我都感觉他妈这波要杀完了，我操！哎，你吃线吧，你吃线吧。我吃上一点点经济，我是有作用的，兄弟。漫天飞雨，
我吃到一点点经济，我等下绝对有作用。可惜没吃到，都是吃住我。那个丢个烟雾弹别人 OP 的那狗老师讲话了，他妈我没上去打输出是吧？老师没有一直打输出是吧？我发育不良，我他妈怕没有一直上去打输出的好吗？我们有大的吗？没注意看呢，我们有大的。我以为我有大，我没有交伤，我以为大的好的，没注意，我不是说干嘛放弃了，没有反应了。爸本来就没发育，试试我吧。AD 没放出大被鸟了。等我吃多点经济好 ，AD 没放出大死了。麻烦不断。对吧，前期本来就被搞了，他妈的，那我一直被搞没看到吗？我又是你。哎，别说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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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不要一直说话，想骂人了。漫天飞雨。这不，我一个三百块六百，我觉得还行。他妈这样，不要说话，一直说话，一直说话，恶心人是吧？说这样别想话。但是这波也死了也好。三百换六百不亏，那寡妇死了。这波会被地宫直接打大龙的，这波寡妇死了。我可没有寡妇。三百换六百，而且他也死了，会不会拿下大龙，直接大解救？这没神技。
马上武打啊！防护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那是不是大姐教？我最后说一次，是不是大姐教？你说是或者不是？讲话讲话，我上波死的是不是可以的？确实野仔弹幕害我死一次，但是确实是赚的。我死了，那寡妇也死，丢大龙那确实是赚的。试试我吧。上波的确是大节奏，好大的节奏。好起来啦！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玩什么呢？那我就先不出重伤轻语了。如果这波打过，我就先不出重伤轻语，把大龙拿了我就不出了。觉得走运吗？跑步偷不了我的，没到打不过。放松。第一时间出影魔刀，第一时间。这么没有尊严的吗？那飞甲叫您，他不说你，他说你。那飞甲这么没有尊严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还是有用的，还是有用的。也许作用不是很大，但是还是有用的。也许没有很大作用，但是还是有点用。开我，来开我，你炸我！我方队友挡了潘森的一套，我不挡着潘森这一套 AD 就被秒，这样你说没用啊？如果我没有用，我不玩了，那潘森是不是开 AD 那 AD 死了是吧？你说我没有用？
原来石头的我们杀了，我们有打消耗是吧？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让他这个废物也是有用的，也能带带剑，就算他是废物也会有用。再拿个大龙，这边没有视野了。爷爷今天播到几点？今天可能看情况了，打完这把或者再打一把，或者不打。争执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三杀怪兵。我是不是可以不用交闪？因为这也过来，他能杀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我是不是可以不用交这闪现呢？错了，对。这都是正常打，也知道害了我，不像那个今天出城时刻，中两个咬人了。野巨给单杀咬人了，巨防也被单杀咬人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个歌就是正常的打野。今天在出城时刻，我也是跟着他走，我不行的。他说搞得中路坐牢，他说是他的问题。这就是正常人。知道我玩的难受，害了。我一枪伤害他吗？这么高。